对，跟我帮你。你啥都可以。谢谢你拿走。你接啊，没事。Let's go, Ryan. Okay, 跟谁练啊？基本上没有怎么练。我们前段时间有一个印尼的教练过来，是以前印尼 Junior National 就是冠军，大概就是他单打还可以，跟那个练一下，就是打打单打，打了偶尔一周打了一次，练得很少。嗯，就是在那个拉哈里开了一家，对，我们在拉哈里，对，大概。这有两个球场，对，啊，那好了。对，那边的球场呢，稍微就是挑高啊，就是比较好一点。法拉是那个，因为比较矮嘛，对对对，所以练球没有这么好。这个的话，就是那边西林大概也比较高，没有这个高，但是它是那种三角形的，就中间高，两边矮一点。对，就可以比较正规，可以打。其实也是无所谓在哪练，他问题就是他要想练，对对对，吧？就是你现在这么这 teenager， 现在这些小孩子练球的练球条件都比以前好多了，教球的都是专业的。对啊，我们那时候以前都是开始都是跟 beginner 打，对不对？都是随你弟，对对。因为现在已经只要他肯练，我们就 OK。对对。他就是手上还是很深，但是呢，比较想打，我就觉得也可以，只要你想打就行。他还小，想打还小。对，赤壁也是说你十七八岁，你要想练，还可以练。练很多。对。他反正就有基础，如果他是才十九，还有。要打得好的话，起码到二十八才打得好。对对，也可以。对对对，就是说你不要局限在这里。对，条件都在那边。对，就是看他想不想练了。然后，但是想练的话，他身体素质没有怎么练。哦，这些都可以练。你知道，对，就说这些至少你的，你要女生，你看这些 timing 都哦。你没有手感，你跟人家一天摸三个小时球，你都不摸球，你怎么可能？所以也赤壁说，那你至少你要想打，要想赢，那你至少还要做 physical， 你跑步啊、力量这些都得练。你打三不练你就受伤了。打三拳之后再下来就没有了，可以打。小孩都是。你在 tournament 起码要打一天，起码九个 game。对对。你们现在在 club 这边吗？我们有时候就我们就是礼拜六，礼拜六礼拜天就开门，对啊，其他就在 NJBC。啊，因为那个我说 Samuel， 哎，你还不错哦，他都不练单打，要把人取了，然后说有点 surprise。没有没有，他还是在练，他基础在打，基础在，就是他也。